哎，什么呀？在我公司也不是十分的公司。老板不也是年轻才会说爷我应该说是你的意思你要和我认的理年轻才一直这么说当回所知的还来啊别死在回所知时我不知道你说你说路下你说不知道那样也不错没事实的不错呀爷我也不说我是你的小孩哎呦下哦是的奶奶啊他是一不记得的买这些资讯。